面对着华航技术跟诺富特饭店稍微感染的事件，这指挥官陈时中今天表示，即马疫情已经伫社区感染区啊。今仔开始，五月报税已经开始咯，今年也阁头一次开放用手机啊买当报税。来看到这昨夜这强烈条件，委员会互人检举啊，伫个路线出现了粪水剧场。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五位车商公司中岛新闻》，我是柯阿文。先开始来看的是，这海巡署的朋友，海巡队昨发现一只中国的海钓船啊，超过交界钓鱼，所以有那去检查，因怀疑讲是这当地钓鱼的人啊，总共顶管有十个人，所以是两人挂船做伙甲因押回去，这朋友马警部队去啊，到底下调查看啥呐，那会超过交界。这只白色的海钓船在大海里面特别明显，沿过这个所在都是咱国的限制水域。海巡人员登船检查，发现是船名叫做“发烧友”的中国厦门海钓船，因为已经越界，在咱国海峡钓鱼，所以海巡甲船员甲钓客总共十个人，连船做阵押登机马警部队调查。在今天的下午的1:40，在花屿的西北方22.7海里，发现该入籍的海钓船进入我海域作业。随即，我们人员检查，发现船上共15名人员无发烧情形。从米彩山的中国钓客一个落船，上花了喷消毒酒精消毒，船顶250公斤的鱼肉全部拢在里海。好佳在船顶无发现毒肉、牛肉，也无人发烧，全来依照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查处。按照以往的惯例，有些大陆渔船还是会偷跑到我们海域来作业，所以我们队上就加强勤务作为，加强海域的巡查。因为5月7日到8月16日是中国海洋富贵休息的期间，而且最近海上较稳定，偏有海巡对执行和应专案加强巡逻。海巡署讲，为了要避免中国渔船越界作业，会加强查缉靠渔船者甲中国的油料补给船。记者综合报道。马边看到是中国军方最近拢伫南海甲东海进行正侪侪海空演训。咱的国防部长邱国正今日表示，咱这边拢正啊，阮啊合作的这友方有保持联络。啊，对着进前也阁有这中国人来驶着长龙船，欢迎过了台湾海峡来个台湾。国安单位含军方表示讲，当地了解真相，阮会针对着一挂空方来报警。中国飞弹后一舰滨州舰一号出现在咱的东北海域，不仅咱派出基德级的军舰，日本海上自卫队嘛派出后一舰，还有巡逻机来去观察。台湾甲日本同一时间的监控嘛特别受到各界关心。公部长邱国正稍透早甲李焕英备询进行受访表示，咱只要敌情都会来监控，确保咱的国家安全。不过，敢有甲美国还是日本合作来监控？邱国正讲话讲啊真低调。并没有好像刻意讲说跟哪个国家要合作啊，如何？我们也不以，就针对完全就自我防卫的这个领域，我们会做我们应该要做的一个艰深工作。除了滨州舰在东海出现，中国人民日报2号报道，中国自己制造的山东号航空母舰编队在南海进行训练。邱国正对此强调，中国各项军事动态，咱的国军拢有掌握。一直在掌握。是吧？国军这是我们分内工作，是吧？敌情不明，那别的不要谈，所以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做的，是吧？最基本的。另外一名中国人士，伊讲也是真爱咱台湾的自由民主。第一号是驶着邱林做的小艇，是经过台湾海峡来到台中港的西码头，一路无受到任何阻挡，嘛引起着各界质疑，咱的海上防卫到出现问题的状况呢？即马国安单位、军方啊个海巡署拢对着伊的讲法表示质疑，即马伫调查伊讲的敢是真的。一般偷渡是大船载小船，小船丢下来，这一条小舟艇是不是从石狮市直接开过来的？对，当然是各种可能都有啊。哇，所以你们还不确定？但是现在是就是那个小艇、橡皮艇上所存下来的油，副机长他所说的。我今晚听改的，你没有最新的状况吗？经过一天为止还在查证之中。
中国最近扩大区域威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嘛在接受电视专访时阵表示，中国最近在海外作为是越来越侵略性，行为方式嘛越来越敌对，也是美国甲中国走向军事对抗，安尼对着中国甲美国利益来讲是真不利，也是走到迄一步的话，甚至向迄个方向来行，拢毋是好代志。记者张志雄、张志佳台北报道。来看到这个台北松山分局乌三郎之乱，警方昨公开影像，内政部长徐国勇是表示，警方的处理真有问题，啊，前松山分局长有哪多多无周全的所在。今日台北市的警察局长陈家昌有哪去市会报告，强调讲无施压关税，伊有哪会坚守伊的这份交代。台北市松山分局乌三郎之乱，勘察处前中轮所长柯淑环技术毕竟为还原真相，台北市警察局初次公布96秒关键影像。内政部长徐国勇表示，看完影片了后，也认为警方处理有真大问题，后续会由督察警方单位依法处理，绝对袂包庇损失。我也第一次看到这个影带，哈，那这个影带看了以后，我是觉得的确是有很大的一些瑕疵。哦，那这个我们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谁有责任谁就要负责。松山分局长，我们把他调职，他完全相信所长，所以讲出来最后跟录音带不一样。那这个当然有督导不周的问题。我不是要陈局长交出手机，我是善意建议如何才能自清。之前警察署长陈家钦要求台北市警局长陈家昌交出手机啊。陈家钦初三澄清是善意提醒，之前陈家昌的手机啊已经交予北检来侦办。初三早起，陈家昌到台北市议会报告，强调家己绝对无包庇，案情也移交地检署侦办，专案无施压关税。你们相信的都有道理，不相信的也有道理。好，整个案子我们并没有包庇，也没有掩饰。也没有护短，那至于其他哈，这个江湖险恶啦，这个上面的事情哈，我都不知道，但是我还是要坚守岗位。因为是不是失职落台，陈家昌表示会坚守职务到底。针对最近经济纪律败坏，治安的事件真多，徐国勇表示无这么严重，虽然出现一挂状况，拢马上处理，免故意来博恶。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的是，这国内疫情，这华航机师加这诺富特饭店规定收为感染事件。指挥官陈时中今日表示讲，即届疫情即卖已经伫社区感染的这边啊咯，啊比进前这保利特丰病院搁较歹控制，因为有人伫感染进前嘛已经进入社区，啊感染科医生是强调，刷来这病院的第一线一定爱修好掉。华航机师甲诺富特饭店感染事件已经牵连六个家庭群组，总共24个确诊个案，疫情已经超过布列特丰病院群组事件21个个案。指挥官陈时中讲，病毒无所不在，真歹讲是倒一个环节出问题。目前上烦恼就是饭店员工的家庭群组，确诊者伫确诊之前已经进入社区是风险之一。当然是在社区感染的一个边缘哈，只是我们把它现在目前来讲，我们是一个哈家庭内同住家人的亲密接触者，那其实离社区感染已经很近了。感染科医师分析，这摆感染的事件为技术抗体推估，这摆感染真可能已经继续两三个月，已经真歹去追究最初的感染源。这摆确诊个案卡加遍及上百。爱注意出来去，是不是出现多点爆发？到时阵疫情恐惊真歹控制，底线病院一定爱守好良龄，避免乎技术个案进入看病所在，或者是病房。要去想办法让一些第一线的临床医师呢，有一些快筛的工具可以使用，不用每个人都送机关署。第一线还是要负担一些责任的哈，在有些在第一线就把它挑出来，把它筛检掉。疫情管制也引起各界对放任航空技术员检疫的点头声音。前卫生署长杨志良就批评，这是连环政策错误所致，亲像无予技术员伫第一顺位做疫苗。另外，对入境台检政策也会检讨。最好的方法是驾驶员或者是这个空服员，大不了几千人嘛，就让我们的这些人员，那么先打疫苗。面对国内疫情升高，感染科医师分析，即马未分观察期无上过大意义，因为国际疫情搁增加，台湾未因为这一波感染事件结束了后，就正做搁较安全。
民众也是要落实个人卫生，上好用做疫苗，医疗院所也要维持高规格防疫，守住病院的容量。记者综合报道。这是在而且感染事件，即卖已经24人确诊嘛，超过一个哦桃园病院收过感染的21例，这个、观点的风险管制期也未过，所以桃园市议会即桃园市的这防疫会议，我那决议讲要提关这社区防疫的抗战，啊，这个、时段较高位置的所在，那暂停开放2礼拜。基础感染的疫情一直在扩散，扩大到防疫旅馆、诺富特饭店的这个群组感染。目前有24个人确诊，已经超过年初桃园病院21例。桃园市长郑文灿伫初三的早起召开防疫会议，提悬社区防疫等级，一伙人群组感染的所在暂停开放2礼拜。为了提高社区的防疫等级，那我们今天决定哦，在2周，在5月16号以前，那市民活动中心以及社区关怀据点就暂停开放这个租借跟活动。陈文灿表示，目前桃园疫情风险有2个，按1112、70多岁老人，伊捌去舞场、乐龄课程这个所在，伊的脚趾会使讲是真快。隔离抗疫的对象有204人，另外诺富特追溯专案195个，风险管制期嘛无通过，要求提悬大众运输消毒的楼摆，卖场挂吹暗酒精消毒，全市大型活动管制到5月底。虽然防疫的规范是3个小时就可以。就可以完成清洁，就可以换人住了，但是我们一直都维持最高的标准，我们都是静置1天，24小时之后才能换一组人。桃园的防疫会议说明，诺富特饭店清空了后，进行环境采检作业，拢总采样432件，目前拢是阴性，感染的途径甲原貌样还佫伫个徘徊。要若是到达基础人员防疫的需求，桃园目前有提供3间来做防疫旅馆。和平县局统一来发落，并且实际派员对机场到云谷到防疫旅馆做一摆总体检，确实甲防疫做好势。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到东京奥运的这六场以这啊棒球资格赛6月16日要开始，未少这外国队会来台湾比赛，咱台湾队可能会近距离来去接到，所以将有这教练团甲一挂球员去住入来了。你身在台湾嘛，非常幸福嘛，所以你不觉得它的重要性吗？你在国外有时候看到，你都会吓死。像现在印度的疫情那么严重，你有时候你想要打都没得打。我回去会跟选手讲，还是疫苗打起来会比较安心。总教练这洪一中表示，因为小马也够一挂球员也要也够在比赛啊，这教练因为无球场，起码先来做看感觉安那。那真正效果袂歹，袂影响的比赛话，啊，小刷这选手应对来做啊。台北市立这联合病院和平院区这边是表示，联合病院已经有这1200多人住过，啊，有一声会发烧，5%会出现局部红肿痛、头壳痛，还是全身区会酸痛，啊，不过过。一天啊，这些镜头都会消透了。来看到已经有真侪人注意苗，英国即马施工伫外口，哦，和民众会当免挂去安阿无社交距离，会当办这演唱会，嘛要来研究讲社会感染啊甲传染相关的关系。伫西班牙这边是开放疫情以来第一场德国的比赛。这场火花现场直播，而且有5000位挂牌到场的演唱会也就伫咧英国摇滚乐团披头士的故乡纽佩古宾才有法度参加。大会提供5000张门票，观众只要先体检是阴性，入场了免挂水烟，也免保持社交距离。It's so strange, honestly, coming in here and just seeing like the couple thousand people who are already here. That finally like businesses and.这场实验性的演唱会参加人就伫咧5天后接受第二遍体检，相关资料会交予政府做群组甲感染关系研究。英格兰目前规定，户外群组人数上最6个人，按算这个月17增加到30个人。这场演唱会参加人提早体验到疫情后时代为正常生活。严格专家警告，英国即马逐天也阁有新增加确诊的案例，袂用个放松。西班牙马德里初二办疫情发生了第一场自然性质的斗牛赛，为世界杯斗牛师甲业界列入募款。
自从疫情发生了，西班牙岛屿产业就规个拢停落。即马官方核准观众总人数降到四成，也就是6000人会当看比赛，严格在挂嘴安保持社交距离。Pues nada, emocionadas y muy contentas. Estábamos deseando porque es mucho parón ya y esto。意大利的比萨斯塔七月重新开放，这是一座一年期的套票，也使去参观其他古迹加博物馆。在迄天中昼已经卖出500张门票。比萨斯塔伫咧过去一年游客有500万，严格自去年11月初3宣布关闭了，半年来拢无游客。在米兰有真侪球迷伫咧落去庆祝，国际米兰摕到自2019年以来意大利甲组卡球联赛的冠军，严格球迷拢无保持社交距离，也拢无挂嘴安。公司新闻吴玲编辑。来看到高雄祖爷莲池潭，昨暗因为附近的宫庙有了庆活动，有人放烟火，嘛有人去看，暗过有哪有其他民众反映讲这烟火伤火炸。但高雄市的环保局表示，烟火是有合法的申请，甲照时间结束，无违规。敢若针对着环境粪扫，就开了四张罚单。美丽烟火伫高雄祖爷的空中，这是2号暗时祖爷莲池潭附近，几间庙甲店家为着庙会活动联合放的烟火，吸引真侪民众到场观赏。但嘛有民众感觉烟火伤吵，向环保局检举。庙方信徒澄清，有按规定准时结束。他没有。提累到说时间到都没有，阿姨，我被出版开始跟人家那来人，只过还哦一般的民众有没有很高兴说啊，因人家无干到过过一个这老嘞的迄落对不对？人高兴与因的迄落朱家因同乐，说放一点烟火。我住的比较远一点，有听到有鞭炮了没有？高雄市环保局表示，二号暗时总共接到17件通报，反映庙会超时放烟火的代志。但现场记者发现，烟火有准时伫10点之前结束，并无违规。另外，空气品质监测初步判断嘛无重大影响。在这个联车站附近，环保局呢在当地呢有设置的空气品质的监测车，初步看到的一个目前的一个 PM2.5 的一个测值的话。还没有达到严重影响的一个状况。环保局表示，迄天有派人稽查庙会活动，总共各发4件乱弹烟头、甲粪扫环境卫生的案件。三号会阁派人巡逻规个庙会闹热的路线，若是有环境粪扫的问题，会阁依法各发。记者陈环武、陈显坤高雄报道。来看到讲，有研究团队发现讲，罗山的第14山有几耐所在，这粪扫亲像水墙共款安尼规片，凉水源头溪谷有闹真是粪扫。当地学者是烦恼讲，这呐影响环境生态，对着集水库的水源有呐造成影响。为空中鸟瞰奔跑的下骹，大批粪扫堆伫咧坡坎，一直往山脚来蔓延，就敢若参照伫山坡出现瀑布。伊行入去一看，搁较寒，大批粪扫从树仔根部拢占掉的，毋但是一块一块粪扫，就连家具甲床垫拢有，实在无多想到，这是第14线通往罗山的道路奔跑。最主要是说，他们在有一些车子可以到的地方，可能就是在山谷或者桥旁边。最主要的还是当地的农作物，有一些感觉起来好像也是民宿业的。顶个月中旬，宏观科大研究团队出动空白机进行山林环境的探勘，发现唔但是通往罗山的14线周边，包括着到85线乡道的边坡周围，甚至顶个月马海埔溪谷的沿线边坡，拢是被乌白土的粪扫。因为部分地区边坡实在真惊，加上人烟罕至，已经形成粪扫瀑布。当地学者表示，这些地区为着无设水库顶流的集水库，最近嘛可能受到影响。会倒垃圾的人，他通常有一个观念，他总以为说只要下一场大雨，这些垃圾就会被冲走。其实这个垃圾并不会被冲走，它顶多只是从山上冲到溪谷，冲到下游，但是它的污染其实都一直还在。潘桥表示，顶游的头颅湾溪因为欠水，只有剩小小的水流，水质污染可能更加严重。在了火箭粪扫量较侪的地点，进行坐标定位以及环境描述，提供予环保单位加强监控。管府嘛表示，将来加强清运以及无定时的巡查。记者南投台中综合报道。
新闻方面消息来看的是，咱台湾养殖的鳗鱼，真侪拢是外销日本。在疫情这段时间，农委会有补助做运费，啊，不过业者烦恼讲，这补助特别来结束，咱台湾的加工的鳗啊，讲在日本其实嘛袂堪接中国的俗价竞争。即马农委会是和业者合作，在设这国道服务区，在遐会当卖这鳗鱼便当，五万会当到十挂。以胖胖甜甜的酱来烘的蒲烧鳗，予人看起真想要食。为着要推广国内鳗，农委会是业主甲业者合作，在国道服务区要来卖鳗的便当，刺激国内消费。最主要是因为原本外销日本的加工鳗，最近是比袂过中国以价钱较低美洲鳗来竞争，抢超市的市场，外销量明显萎缩。啊，因为大陆的东西很便宜嘛，他们补贴嘛。现在加工鳗的市场，在日本的市场大概都给大陆这个取代了。唔，那是加工的鳗，小日本的外鳗，嘛特别失去价钱优势。业者指出，这波新冠肺炎疫情造成航空运费大起三倍，外销量一度顶剩三分之一。好在去年业主有补助部分的运费，佮加上业者家己吸收部分，才让外销量佮重新回稳。但是真烦恼，运费补助得要伫五月底来结束。所以我们很担心，是不是在六月一号开始以后呢，是不是整个量又要萎缩下来？就是大家都是很微力啦，很辛苦的在维持这条路线。对，针对鳗外销量减少，爱来拼内销。鳗鱼发展基金会指出，就连国内嘛未少加工业者是属于地下工厂的形态，和合法业者会当讲是面对着内忧外患的处境。呼吁政府会当要求国内鳗产品清楚来标示，保障合法业者的生存。记者林桂俊林台北报道。水资源的管理，即卖已经成做真侪国家的重大议题，增加基础建设内底。政府呢特别把水资源项目纳入内底，啊，传统的水资源来源已经无法度来应付即马欠水的危机。咱台湾也阁有啥物水源会当来开发使用的，做回来了解。时间单位以为集水组提水仪甲矿泉水控制会同齐比较，看起来两管仔水共款清，提出来的水是溪流水。浮流水简单来讲，就是说我们河川来讲有。看到的水是地表地面水的河面水，那个那我们的地溪流那个湖流水就是在河床下沙层下面那个还有水在流动，那一部分的水就是我们用这种集水管设备呢把它埋下去，然后就可以取到这个在河床下流动的水，就可以把它取出来用。这是位于高屏溪暖河沿水头的溪流水井所在地，高雄市。平均每天用水量大约是145万吨，但不过高雄地区无大型水库，打水期间正因为高屏溪流量不足，地处欠水。渐渐计划来中央地方积极合作开发溪流水，今年水情严重，才会溪流水制工程赶在计划提前完工。我们这一座大概这风水池可以产出150000，那现在目前的河川水位下低了。下降了，那因为我们这个水一样是跟高屏溪一样的一条河系嘛，所以现在久旱不雨，它的取水量也会跟着会减少，最大可以取出40000嘛，啊，目前大概就7-8万左右。要提溪流水有特殊的工法，首先在河道下面带导水管，搁在河下面7-8公尺深的所在带白体的集水管。透过天然的沙粒石层过滤水质了后，都会有真清洁的水会当用了。那我们用这种浮流水的工法来取水的话，就是可以取到很清澈的水，哦，那浓度呢可以以我们工程术语来讲，都可以取到1 NTU 以下的这个原水清澈水。那我们水质标准是2 NTU 就合格了。今日溪流水集水井，水质清，水内会当讲看袂到虾米杂质。水质好也是溪流水做打水时期的避源水上大优点甲特色。欠水危机要安怎妥善应对，各界拢关心。政府要安怎分配水资源，也是一大课题。那咱会当做的，就是为日常的节约用水做起，同齐面对。
苦寒、大水并存，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到世界三大海底温泉之一的绿岛雕立温泉是委托外界来经营的。去年有发现讲这温泉基房的结构有歹去，要求业者爱处理。啊，不过讲业者有拖沙无改善，所以即马当管处今仔开始暂停含业者的经营契约，等整理好、修理好，再来重新开放。东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绿岛钓鱼海底温泉，游客会当一边泡温泉一边看大海。当年拢有超过1400人次进入，也毋过初三东管处打广告要暂停开放，原因是温泉基房结构损害有放弃的顾虑。也毋过违法经营的业者只敢来以插头警钓影响安全，东管处以合约暂时终止个业者合约，等修好再开放。啊，因为该公司相关的一个补强的作业进度啊延宕缓慢。一直没办法急速的办这相关的一个作业。严格业者表示，已经规划要修缮，因为未影响游客安全，则无停业检修。即马东管处伫旅游大会来临，爱因停业，业者也非常无奈。我们在第一时间发现机房有破损，便立刻处理，目前并没有安全上的顾虑。业者表示，目前已经提上机房补强计划，希望也是会当营业。也毋过，东管处表示，业者提出的修缮计划，初期才会审查，有计六月完成修复。伫休假来临前会重新开放，也毋过时间期间，敢会当一年时间一年开放后，游客进入也爱个评估。记者综合报道。听了别个美国国企受乌啊，但个这边因为讲这疫情关系，这早盘都落指数都落个将近300点，上低跌17278点，起码盘中无落遐济，但是点盘中上低599，航运股继续起来啊，这钢铁有动。分析师表示，但个是会交易正热啊，在本土资金的这啊驱动之下，加权指数。单位有来欠款，卡住那继续回头，应该对着五年空总统就这个行情有帮助。来看到报税，因为五月就是报税季节，今仔开始民众会当去各地国税局啊，这企业报税，嘛因为即马国内疫情欠款，财政部头一届开放讲用手机啊，就当来报税，啊，这财政部长苏建荣表示，到今嘛已经有300,000户已经完成申报了。民众摕几台文件，伫咧坐位区等税务人员叫番号，国税局开放报税头一天，透早都未少民众来排队。每年都第一天，因为早申报早退税啊。有些资料啊，我们要核对跟去年有什么不同，然后就是了解一下，看这中间有就是怕会有什么误差这样子，所以就来申请一些资料。今年财政部头一届开放用手机来报税，而且免趁这国税局甲门上班，民众只要输入电信业者手机的号码、户口簿啊，或者是行动身份识别三项证一项，验证了后写基本资料就会当来纳税。不过要注意，手机的门号都是纳税的人伊本人，月租型的号码认证的过程当中嘛要甲 WiFi 关掉，用行动数据来连网络。若是民众申请延期、分期、纳现金的，或者是新增加甲修改配额、抚养所得。靠度牙等等，要是要用电脑或者是现场来报税。根据财政资讯中心的统计，为顶礼拜六5月7日到今仔日半暝3点，全台湾已经有288,000户完成报税。缴税服务网去做行动电话认证，再输入所谓健保卡号，你就可以完成认证。甚至你就连我们所谓四大超商 kiosk 去所谓列印查询码，这个动作都不用做了。如果是税额试算的，收到税额试算通知书的，你就直接用手机认证、手机报税，不用出门，避免啊这个群聚感染的风险。实测的话，大概是10分钟，不到5分钟可能就完成了。另外，财政部这届嘛，甲基本生活费为原本一个人175,000，改做182,000，调高7,000，嘛推出纾困的措施。若是去年受到疫情的影响，地主收入减少，民众无法度伫咧申报的期间做一届6,000，嘛当申请延期或者是分期来纳。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到说，国内研究机构来预测今年的经济成长率可能有5%，啊，不过有哪有企业面临欠款、五欠的问题，像是欠电、欠水、欠地，恐惊会影响到今年第二季、第三季营运。啊，不过经济部约束各月底进前用水无问题，有哪强调今年绝对袂有这个欠电危机。
即马考验是真吃力。全台湾水库脱水率情形是真无乐观，企业面临着五项问题：头起先是无水通好用，这可能会大大影响到今年的营运。经济部答应讲，今年五月份进前企业用水无问题，而且政府已经量早部署济济方法来找水源，让欠水的冲击会当降到上低。业者在协调，也协助他们，比方说移动的净水器啦，开发建筑工地的这个水啦等等。目前的情况还好，还好。我们觉得在六月以前，就五月底之前，应该都不会有问题。另外，今年热天还未到，不过四月份的用电量一直在欠悬，甲去年同期来比，已经加用要10亿度的电。加上今年台商登来台湾扩展厂区，恐惊今年热天的用电量还阁会持续创新高。经济部表示，目前备转用量率是一七10%以上，强调讲供电是无问题。今年欠水又阁欠电，甚至还阁有欠土地的问题。经济部表示，拢有相关的协助的措施，也若企业欠高阶人力的部分。国发会表示，现在也开始放量就业金卡的条件，要来解决欠人才的问题。对就业金卡的部分，我们也有一个办公室了，扩大它的规模。外国的这些人才的确他们是很有兴趣到台湾来，把这些配套措施做好，那希望他们可以留在台湾。经济部表示，我们协助企业解决这五项问题，也有投资台湾三大方案，专案有专人来处理，包括快速融资、土地租金优惠等等，协助台商回来台湾投资。国发会强调讲，今年经济成长率有机会维持4%到5%。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的是疫情，即届即华航即诺富特即外地人卡架是行过了即台北加新北市，在台北市居家隔离人已经252人，已经创新高。台北市长郭文德今日宣布讲，伊是含旧年的秋冬专案同款，啊暂时先卖升级。啊，在新北市政府呢这边是发布了即防疫升级，啊今日我们只是讲未来即三礼拜老人做伙食饭这边呢改做是来炸便当。疫情阁升悬，初二阁增加4个本土个案，卡掉遍布台北市分公车甲超商。台北市卫生局已经完成消毒，阁展开疫调。台北市地处隔离人数达到252人，创下新高。面对疫情来个真凶，台北市政府防疫敢是要全面升级。开会讨论了后，决定维持去年的秋冬专案，暂时无升级。延续去年一直到现在的秋冬专案。那我们严格的监视整个疫情的变化，如果有问题的话，才升高防疫的层级。我们也强调，防疫工作会随着疫情的变化做联动性的修正。目前北市防疫有三阶段，那有本土感染不明案例，才会启动后一阶段的防疫。不过目前确定只延续去年秋冬防疫专案，呼吁市民挂好嘴安，下来指挥维持实验制。在防疫跟经济发展当中，还是取一个平衡，所以我们也不叫超前部署，应该叫适当部署。北市防疫无升级，也毋过即礼拜要举办的活动北投相款紧急法庭，华航诺富特调病的卡车也去过新北。新北市长侯友宜初二已经召开紧急会议，下令新北市防疫升级。除了五月份各区母亲节活动室内聚会采实验制，室外1000人以上需要报予卫生局甲消防局核定。初三进一步的指示，未来三礼拜老人用餐要改做是炸顿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到故宫过去对就立场的民众拢规定，亲像袂当炸饮料嘛，袂当大遐大声细声。啊，毋过故宫即马决定要偷放，讲未来会当来炸，讲有挂会当来关火案的饮料会当入边，亲像即保特瓶，还是即保温杆啊。有几落千年久的文物珍宝，典藏伫个国立故宫博物院，为着要维护典藏的清气佮特殊，故宫入场拢正严，亲像禁止民众炸、吃的、啉的、管啊这些物件入场，嘛要求讲袂当摕伫个椅啊，也是讲大声讲话，啊，佮有讲清茶、凊彩这些拢袂当，也若无，就去予安管人员家己添堵。不如个官方伫个最近开会决定讲要甲放较松人咧，民众未来会当炸饮料来入场。讨论的结果可能会朝向有盖可以衔紧的这样的一个容器，比如来讲，哦那个保特瓶的，或是那个保温杯这样允许，但是像那个铝箔包装的，或是那个
摇摇杯那个呢，那就不行，那容易泼洒出来。会当查饮料，这是讲迄款有挂会当甲存落安的这个罐啊。原则上，丁绿色同款是禁止炸这个罐内的物件入去。不过，丁绿色以外的公共空间未来拢会开放。要若讲清查歹看，这款会搁较恶劣认定。入场规定有争议的文字，卖甲做伙修改。故宫五万公会当符合新一代民众的需求，来打造更加到达的悠闲环境。是想要改变形象吧，跟吸引就是一些平常不会去的人去看展览，这样我觉得算是蛮合理范围内的松绑。还是有一个固定的区域会比较好啦，因为我会觉得有时候是民众太予取予求了。伫个过去，虽然讲故宫有即个饮水个所在，毋过嘛捌接到民众讲即款个安尼真无利便。伫个台湾六成外面一家子个故宫，头一摆来温村民众炸饮料入场，嘛是规台湾第一个开放个国立博物院。相关规定办批伫个五月底完成修正来实施。记者综合报道。台铁探讨过事故，有即美国籍的罹难者苏瑞北部今日发表予台铁甲台湾政府的公开批，强调讲卖阁发生悲剧，一定爱对着台铁的法律责任爱追究到底。啊，有哪督促台铁当确定来解决问题，确保民众安全。We appreciate that it be NT$30 million or even NT$15 million. This is no small amount of money.However, this should never be considered an appropriate compensation for our daughter's life.真伤心，讲查某囝苏瑞来台湾做英文老师，煞伫二十四岁时阵拄着泰鲁阁核事件罹难，因为无管偌济赔偿金，拢无法度弥补失去查某囝伤痛。苏瑞爸母初三伫事故发生满一个月时期，透过立会斗三工发表予台铁甲台湾政府公开批。Meanwhile, it is only by pursuing Taiwan's railway's legal responsibility for higher amounts of compensation that there can be any hope of pushing Taiwan Railway to ensure people's safety. 苏瑞爸母特别呼吁，代替应该承担更较大的赔偿义务，而且依法爱纠正，才能让代替解决问题。很多的委员们也都一直在质疑和希望要求台铁能够进行。确实的落实的改革，但是呢，其实还有很多面向，我们都看到说，从上次的事故一直到现在，还有很多面向其实都没有办法积极来做处理。我不知道我们到底在等些什么。有要求代替爱改善保障管理等的问题，也建议互外部专家组成改善小组，搁引进基层的声音，才能避免改革出现盲点。苏瑞家属委任律师是表示，专案刑事部分检方在调查当中，民事部分也继续的进行。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到欢迎，今天是逐条来审议这事后退场的条例，按过国教工会是来指出，讲这个此案恐怕有够多，亲像讲这专案辅导的学校会当有三年的期限改办其他事业，停止进前逼退这教职员，对当来向这主管会，呼吁讲唔通凊彩立法，阿无代志会更加大条。退场要立法，不要打假球。台专校园的教职员甲各个工会，日日欢迎头前有报条抗议，因为现行的事后退场条例草案充满漏洞，真简单下做事后董事会开卡门，也无法度保障事先权益。违规重重、恶性违法的董事会，三年的时间，专案辅导去想其他方法挪移校产，只给既有的师生一年的时间。一年后，学生就要被迫转学。各家工会呼吁，在学校停招了后，要定做公益董事会，另外专案辅导学校，免改办其他事业，应该专注维护师生权益，免严逼学生转学校，也爱护教职员法定住宿费。在工会团体提出诉求的同时，立院教委会也在一条一条审议事后退场条例。退场并不是一个这个法律的用语，就是说入法之后法律的文字有一个明确定义。我们整个退场条例如果在第三条就把它先明定退场的那个时点，我们需要在这个退场达到这个前提才能够启动。中央伫会议先讨论退场的定义，搁针对退场基金的来源、用途等设计做细部的沟通。
学校法人解散清算时啊，将垫付款等于说归垫的这个部分也把它写进去。我支持哦，就是增加学生代表，那还有就是教师工会的代表的部分，让教育部能够让这个就是说代表性更广。那这个学生代表就有点类似浮动委员的概念。那另外就是我们委员是让他有弹性，用15到25人呐、哈。另外，退场审议会造成部分立委建议爱达就学生教师工会等代表相关条文审议，伫委员会当中赶紧进行，以便这个会期完成立法。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到这缅甸军政府军变三个月，因有一个游泳选手无愿意在军政府的运作之下参加东京奥运，怎啊向这国际奥运会申请讲要用个人的名去出赛，暗个黄拒绝，理由是讲伊无入选这奥运的代表队。今年10月，缅甸游泳选手温泰吾也是国家队上阵的选手，不过四月初，伊已经决定放弃奥运梦，无代表缅甸去东京，啊，若无会正做缅甸军政府的外交官。Until the military government of Senior General Min Aung Hlaing is removed from power, I don't see myself competing under the Myanmar flag. 温泰吾表示，伊袂伫缅甸国旗领军之下参加东京奥运开幕式。伊三月先配合国际奥会指控军政府暴行，五望伊独立运动员成。分参加，按个被拒绝。国际奥会表示，温泰吾并无被选入缅甸的奥运代表队。I felt abandoned by the IOC. At the same time, I felt like this was going to happen because every other global institution agency, unfortunately, continues to recognize the regime of Senior General Min Aung Hlaing. 温泰吾表示，家己是为了让国际奥会知影，即卖缅甸奥会已经不是合法的奥会，因破坏奥运规章。伊目前在澳洲做救生员，逐天看到澳洲的选手一直练习为奥运做准备，不过伊无后悔。伊是伫2019年东南亚运动会第50公尺自由式以22秒入围，成做缅甸史上第一位奥运代表的游泳国手。早伫2017年就去澳洲异地训练追求奥运梦。缅甸政变涉及领导人翁山苏姬被软禁已经3个月，伊目前被控6项罪名，无法度伫有温书的情形之下甲律师接触。分析指出，翁山苏姬伫军事统治时期就互人软禁。超过15年，2010年得到释放，加政治路；2016年加做实际领导人。随着罗兴亚穆斯林和人种族清洗事件，声望有较落落去，暗过政变阁可以重回民主偶像的地位。The junta wanted to emphasize that this coup is not about Aung San Suu Kyi's impact on the democracy movement in Myanmar. In that sense, she is irreplaceable. 因为缅甸走路，就算军政府强势镇压。老百姓无退缩。5月7日，伊仰光议员因看到群众出门示威，随即路透社这段影片显示，伫仰光有3名示威者被四个警察带走，其中2人是便衣。媒体报道，迄一天伫一场示威的行动当中，有7人被射杀。根据缅甸援助政治犯协会统计，自政变以来至少759个示威者死亡。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美国奥斯卡今年最佳影片《游牧人生》，那是电影剧情，那是美国社会现象。嘛，真正讲有哪来哪一人，把录音车当作厝来带，来听因的心声。You are one of those lucky people that can travel anywhere. Yes, ma'am. And they sometimes call you nomads.得到奥斯卡最佳影片等3项大奖的《游牧人生》，里面是讲流浪的女人住伫咧露营车，四处做懒散工，也做游牧生活，找到人活着的意义。在你现实生活中，美国确实有一群人是安尼先过日子。像今年56岁沃戴尔，甲电影内面的女主角分工做有正共。Like my life was just starting to fall apart. My career, marriage, my mom's illness, and eventual passing last March. So I was kind of stuck in a situation at work, and things weren't great. And I knew I was trapped for a certain period of time, but there was light at the end of the tunnel. 沃戴尔并无孤单，即天伊参加全美国游牧妇女俱乐部的活动，到马里兰州一个营地，甲其他年纪甲伊差不多的女人交流，大家分享彼此的人生经验。因的会员有到2300人。We're more of a family group.
We're more of, you know, I mean, when you're a full timer and, you know, you go to all these different campgrounds, you're going to meet people and you're going to say goodbye. So there's going to be a lot of sorrow. There's going to be happiness, you know. 电影《游牧人生》里面有这个场景。There's no final goodbye. I've met hundreds of people out here, and I don't ever say a final goodbye. Let's just say I'll see you down the road. 这阵用车做厝的人，为是经济上弱势女性，特别是因失去另外一半，无头路、无厝时阵，才会选择行游牧人生这条路。兼顾因讲，因意外会当活了真快乐、真满足，因为因活了有尊严。公司新闻詹惠敏编辑。来看到讲，载着四名太空人的这民间太空公司的太空船，这跟月号已经成功降落伫这美国佛州外海。真乱是NASA五十多年来，搁一届有太空船伫这半暝啊，伫海上降落。太空舱搭载降落伞，平安降落伫海上，看直播的同事拢忍不住拍破啊欢呼。这是 SpaceX 公司打造的天龙太空船“天龙号”，载着四名太空人，当地时间初二透早2:56，成功降落美国佛州外海波士顿湾海面，同时也是美国太空总署 NASA 继续1968年阿波罗八号以来再次暗时啊海上降落。Today was testament to to you know, the whole Dragon design team and operations team and also the recovery team and the execution was just perfect in my eyes. 四名太空人分别是霍普金斯、格洛佛、华克和日本籍太空人野口聪一，因去年11月坐天龙号前往国际太空站执行长167天的太空任务，创下美国派太空人出任务的上长纪录。出发时阵，美国总统也是川普，回来地球的时阵，美国已经改朝换代。总统变成拜登 ，NASA 司长也换成拜登任命的尼尔森。It shows that it was they are able to do it exactly as expected, with a perfect launch 6 months ago and a perfect landing. So the system of SpaceX is.Totally operational. 这摆是 SpaceX 的天龙太空船头一摆完成执行太空任务，对创办人来讲，这摆任务顺利完成，代表 NASA 甲民营航太运输公司的合作可行，和 SpaceX 作为 NASA 的商业运输盘地位更加确立了。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来看下晡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天你的中道新闻，新闻接下来看这比利时的手工巧克力豆，咱再会。